钢琴网红，我是姜老师，经常分享钢琴演奏影片，日前却在新影片中透露近期发现身体出现状况，子宫内长了一颗19公分的肿瘤。姜老师在社群发文表示，前阵子小腹变得异常大，原本以为是便秘或变胖，于是积极健身控制饮食，但效果不佳，甚至发现下腹部特别硬，疑似长了什么东西。直到一个月前他被转诊到大医院的妇产科，医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他卵巢内有一颗19公分的肿瘤，从下腹部一路长到肚脐上方。他和医生都感到震惊，难以相信肿瘤长到这么大了才察觉。尽管当时他忙于筹备音乐会，医护人员鼓励他保持平静，专注治疗。开刀前，医院告知若肿瘤是良性，则只需切除肿瘤、卵巢及部分输卵管；若是恶性，则需要移除整个子宫、卵巢、输卵管及部分淋巴。所幸最终确定肿瘤为良性，且手术很成功。目前他正在休养中，未来则需要定期追踪。他也提醒粉丝注意身体健康，并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粉丝们纷纷留言为他打气，祝福他早日康复，并期待他重返舞台。